上一场比赛呢，我们宁波男篮啊，也是在 B 阶段的收官战，是以108-92击败了是南京同曦圣光，像让很多的这个大内线都学，哎呦嚯，斯蒂马克给你直接来了一个顶弧的篮下的上篮得分了，再来斯蒂马克，哇，上来之后的话，今天手感特别好，假动作，哈拉迪非常有经验，我就不跳，都怎么说呢，都挺没必要的，哎呦，韩德龙一个后刀手，斯蒂马克长传给到彪哥，急停跳投，好球啊，这又估摸着是哈拉迪下的手啊，还有这潜质，彪哥好球，翻身一个抛投啊，再来，有了。不管说可能现在韩硕因为年纪的慢慢的像就往上涨的话，好球啊，这球再给到蒂马克，来看他怎么打，这球有了，翻身跳，翻身的一个小翻身一个小抛投啊，今天他打哈达迪也是打得非常上头啊，看慢镜头回放，就是两人的吨位的对抗，刘一晨突了进去，这球好球，还的十分啊，有七个篮板。其实今天斯蒂马克在场，跟我们自己这边的投篮命中率，绕到了左侧的底，这个底边，明显能看到。你看这个哈拉迪就一直在干扰啊，哇，今天这个斯蒂马克的话，真的完全第一节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刘一晨做一个掩护。外围有机会，直接张手就来，好球，我真的是张手就来啊，想要抢前防守，韩德龙，哎，韩德龙上来，韩德龙太深了，这球给到宁红玉，再给出来斯蒂马克，外围又有机会，又中了，我的了个天，这斯蒂马克今天真的是要打疯啊，斯蒂马克再打一个又有了啊，今天哈达迪真的是没法防啊，应该说更多的就是像这个四川队去学习，给到哈达迪啊，左侧这球冒了，好球，哈哈，那对于我们宁波队来说的话，这个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利马克哎过来做个掩护，自己又投又有，哇，拉开给哈达迪单打，这球又被斯蒂马克给干扰了。职业篮球运动啊，对于球员的一个伤病来说还是非常受影响的。好球哦，徐玉卓，像这个球队就打聪明了。斯蒂马克再来一个单打，哎呦，哇，这什么球啊，哈拉迪已经真的被要打得自闭了啊，无语了，你这神仙球你都出来了。斯蒂马克再发球线，你看这球又给斯蒂马克还中，这太可怕了。今天虽然说我们的比赛啊打得不是的太激烈啊，不是太激烈，但是能看到哈，其实两名中锋的对抗上面快贴到脸上去了，我怎么防嘛，你看这球终于投丢了，哈达迪哈哈举双手内心在庆贺了，你终于投丢了。斯蒂马克这球还是要单打哈达迪，能不能打成二加一？没有，防守反击，但大家都跑成一条直线了啊，跑成一条平行线。好球，王向兵啊！利马克硬生生的都给推到了底线去了。手递手打得非常有耐心，但是这球应该是被斯蒂马克给冒了。王向兵啊，跟韩德龙两个人都跑一块，有了啊！斯蒂马克没有开场上来的话这么的亢奋。又是斯蒂马克又有了，打防守反击，韩德龙超远距离投篮，你这妙传，这球往里突也成，斯蒂马克这都已经累得不像样了，哎，好球啊，空了，起这球有了啊，分差来到个位数了，八分了啊，那这球的话肯定四川队的话要叫暂停了啊，对于周指导来说的话领先，刚才这一下子领先最多应该是有13分吧，11分还是13分啊？那个时候，那在这里呢也是恭喜四川队在第二阶段呢也是收获了自己的首场胜利。